啊，然后后面那个警察很勇敢，他就是一只手拉住那个栏杆，一只手去扶，抱住他的大腿，把他抱上来，这样啊。热裤妹跳大牌悬半空，永紧急抓手脚解救。热裤妹双腿悬空，靠在大牌挡土墙上，惊险万分。台中这个长发热裤妹，25号早上7点多，疑似跟男朋友吵架，情绪失控，翻过护栏想跳大牌寻短。正在吃早餐的时候，然后有一个女生有喊大喊叫一声，然后就跨过那个栏杆要跳下去排水沟。水果店老板见状立马报警，警员到场，一方拉住他的双手，另一个警察机警地翻过护栏，站在挡土墙上，一个 moment 紧抓住他脚，再抱他上来，最后大家合力拉他上来。热裤妹吓得花容失色，站都站不稳，最后被救护车送医，化解一场危机。地方中心警察好棒棒，报道。